тэр нуйм мөгтөө жангарын хансаа бүмэн оруна сархийн алтын ширээ нуйн кэчилгэн батарын хэлэлждэй болхуула 这是蒙古族卫拉特部英雄史诗《江格尔》。许多人把长诗所描绘的乐土定位于今天新疆塔城地区的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如今，塞外边声的鼓角早已消逝于原野，史诗中的词句却绵延于耳，未曾远去。故事中的激越与辉煌，远在长河落日的彼端，近在每一个聆听者的心弦。悠扬的曲调，古老的文字，跃出雄鹰与骏马，陪伴当代人的每一段吟唱，每一缕琴音，每一次求索，跨越莽原与沟壑，直抵诗意的故乡。和布克塞尔的山川和地名，在草原地区广为流传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中占据着重要席位。史诗传唱着一个阿尔泰山一带的人间天堂——宝木巴。传说，生于此地的蒙古族卫拉特部英雄江格尔，在魔鬼藏身的地方战胜了敌人，实现了部落的联合与大一统。在许多学者看来，史诗中描写的天堂宝木巴，就在孕育着独特自然奇观和人类文明的和布克塞尔。塞尔草原便是这个传说诞生的核心地带。每年夏天是塞尔草原上最热烈的时节，祭祀敖包的习俗在今天早已演化成了热烈的狂欢。这个与史诗中的天堂息息相关的地点，吸引着众多江格尔文化研究者的探访和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斯钦巴图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广泛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牧民们举行传统盛会的场地，也正是追溯这里地名变迁的窗口。塞尔草原处在和布克河与塞尔山之间。新疆图志卷64记载，和伯克河、塞里山视为两地，今和伯克塞里呼为一处，相沿已久。史志中提到的和伯克塞里，就是今天的和布克塞尔。这个名字来源于一山一水的组合。正是在这片山水相依的土地上，
江格尔史诗中描述的魔鬼居所也仿佛重现人间。当地人把这样荒凉的所在称为魔鬼城。距离县城大约60千米，利刃般的岩石直插天际，蜿蜒的石墙绵延不绝。这种酷似巨龙脊梁的地貌被人们冠以龙脊骨的称谓。如今，禁地般的龙脊谷、风景如画的塞尔草原，早已成为当地人沿袭传统、怀念祖先的重要地点。奇异的地貌是江格尔史诗诞生和传唱的依托。诗中骁勇善战的英雄穿越时空，塑造着高山与大河的灵魂。天堂般的河布克塞尔也在世代相传的吟唱声中拥有了蓬勃的生命。在河布克塞尔，大自然勾勒出的柔美弧线中，唯有一段城墙构筑起的钢筋线条与众不同。从县城远望，群山与草原之间，古老的城墙满是沧桑的印记。这些城墙周长近2000米，最高处大约5米，城墙顶端宽达5米左右。宏伟的气魄之间，曾经的繁华依稀可辨。历史研究者们将这里称为准噶尔古城遗址。对于它的身世，人们做出过多种猜测，直到一批珍贵文物的出现，这个谜团才逐渐得以解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工作人员眼前的这套盔甲就来自河布克塞尔。每年它都会被送往这里进行定期清理和养护。这套盔甲制造于清康熙年间，它由不到1厘米的合金圆环串联而成，总长90厘米左右。与之相配的头盔高11厘米，遍布花瓣纹样。考古学家将这套盔甲称为小环合金盔甲，它还有一个更加普遍的名称，锁子甲。今天的沈阳故宫博物院
也珍藏着同样的锁子甲。它们大多出土于新疆，在极为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方才得以留存至今。锈迹斑斑的铠甲，见证着准噶尔古城建立前后一段金戈铁马的历史。据记载，17世纪30年代，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为了巩固政权，在其领土的中心地带和布克塞尔修建了这座城池。明崇祯年间，准噶尔古城修建完成，和布克塞尔成为了准噶尔部的政治活动中心。这座象征着权力和繁荣的古城，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准噶尔部经济和军事的中心。正是在这一时期，环环相扣、细密柔韧的锁子甲，由于轻便实用，在蒙古族军队中迅速推广开来。然而，实力日渐强盛的准噶尔部族却成为了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从康熙29年开始的近70年里，清朝与准噶尔部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准噶尔部首领最终放弃了这座辉煌一时的都城。有趣的是，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从准噶尔部缴获的锁子甲披在清朝将士身上，伴随清军打败了准噶尔部。这种适合草原征战的盔甲，贯穿于准噶尔古城兴起和衰落的始终，成为了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极为珍贵的依据。公元1771年，卫拉特蒙古族图尔扈特部从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其中部分注目于今天的和布克塞尔。直到现在，许多图尔扈特人的后裔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新的篇章。在和布克塞尔，历史研究者们的视野远远比边界清晰的城池更为宽广。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在选择定居以前，早已持续了数千年的游牧生活。那些未曾留下一砖一瓦的文化，根植于和布克塞尔的历史深处，影响着这片土地的性格。好了，演员们起来开始排练了啊。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江格尔文化艺术宫落成典礼，和布克塞尔艺术团的演职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歌舞诗剧《英雄江格尔》的排演。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传唱，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扮演着民族交流使者的角色。江格尔史诗为何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如何塑造英雄江格尔的艺术形象？这不仅是艺术团舞蹈老师乌仁，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斯钦巴图长期关注的问题。在国家级研究课题《卫拉特史诗研究》中，斯钦巴图对江格尔诞生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原型进行了解读。江格尔史诗产生于我国新疆维拉特蒙古民间，随着维拉特蒙古
历史迁徙，它传播到了蒙古国的维拉特民间、俄罗斯的布利亚特蒙古民间、图瓦共和国的图瓦人民间，还有俄罗斯联邦阿尔泰共和国的阿尔泰人民间。所以我国新疆维拉特蒙古地区是江格尔的故乡。当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江格尔史诗诞生的年代，维拉特蒙古人正经历着频繁的战争、残酷的自然环境。征服自然、寻求发展的朴素愿望，使得能征善战的英雄、谋略非凡的智者、通解人性的骏马，纷纷成为带有英雄性格的原始意象。他们带着一个族群的心灵历程和命运，深深积淀在维拉特蒙古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历史上的维拉特蒙古人不断进行着跨越国境、为期漫长的集体迁徙。在这样的过程中，江格尔史诗被广泛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乌人看来，新编歌舞诗句《英雄江格尔》是当代视角解读下的江格尔史诗，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工程。斯钦巴图多年的研究成果为他们的排演提供了和江格尔有关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经过数月的排练，由蒙古族、汉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近百名演员参演的歌舞诗剧《英雄江格尔》进行了试演。演员们精湛的演技、饱满的情绪，在绚烂的灯光、唯美的效果中大放异彩。重现与口头表达的原始意象，发出了比语言更加强有力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每一个演唱者与聆听者的内心，唤起曾使人类脱离苦难、度过漫漫长夜的力量。个人的命运就此在鸿篇巨制的史诗中纳入了民族的历史。1955年10月29日，距离和布克塞尔200千米左右的克拉玛依油田一号井喷油，新中国第一座大油田的诞生，拉开了共和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序幕。和布克塞尔原本看似贫瘠的土地上，迎来了一大批饱含激情的建设者。在支援边疆建设的队伍中，24岁的李义祖刚刚从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进行煤矿勘探。他所到达的第一站便是紧邻克拉玛依的和布克塞尔。到了这和布克塞尔以后，正赶上蒙古族的重大的节日那达慕。那天太热闹了，赛马、摔跤，大家唱歌、喝奶茶、吃肉，这个蒙古族牧民好客的心情，所以当时我们也很激动。一望无际的草原，奔放热情的那达慕大会，给年轻的李义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连续数月翻山越岭，每天的工作都是没有止境的行进与勘探。
黎祖和他的同伴们在戈壁和荒原上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1981年，黎祖由于工作成绩突出，经过组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成为了他回忆中最骄傲的时刻。新疆的煤炭资源啊，分布是不均匀的，特别是北疆地区缺少煤矿，我们呢到北疆地区进行矿点调查。53年前来过这个赫布克孜尔蒙古自治县，现在变化非常大。找到煤矿的那一瞬，所有的艰辛都化作了泪水与欢呼。这个时刻是赫布克孜尔发展历程上值得被铭记的节点，那个热火朝天的光荣年代至今依然铭刻在许多老一辈地质勘探人员的记忆之中。从赫布克孜尔输出的煤矿对于当时整个北疆的建设而言极为关键，直到今天，这些已经进入信息化生产时代的煤田依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着重要的能源基础。如今的赫布克孜尔早已突破了单一的煤炭能源结构，走上了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道路。尊敬的少年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要讲的呢，是一个老地质工作者的新疆情怀。从第一次踏足赫布克孜尔开始，老人在新疆一待就是50多年。退休以后，他又热情地投身到了科普活动之中，立志把新疆的壮美河山介绍到更多人面前。如今李一祖总是给孩子们讲起当年的岁月，也常常带着泛黄的照片来到赫布克孜尔。当时我们是4个人，兼包括司机5个，现在就剩我一个了。所以为什么这次我说到这儿来特别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当年来自4面8方的人们早已把赫布克孜尔当作自己的故乡，这片承载着整整一代人青春和向往的土地，记录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梦想，如旭日喷薄，冉冉重生。许多学者把赫布克孜尔称为江格尔的故乡。草原上的人们从未在遥远的迁徙途中遗失来自先祖的声音。能够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在赫布克孜尔，江格尔旗的数量之多，江格尔史诗的传唱之广，让研究者们叹为观止。
在许多和布克塞尔人心目中，江格尔史诗在当地的普及与一位名叫加朱乃的老人息息相关。格加拉伊达江格拉赫克准人扎中啊这人的拍拍拍。他是和布克塞尔最德高望重的江格尔旗，他能演唱的江格尔章回数量至今无人超越。2006年初，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江格尔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朱乃也被授予著名江格尔旗的称号。这些册页是老人抄写的江格尔篇章，一字一句耗尽毕生心血。这些册页也为原本单纯依靠口头传授的江格尔弹唱创造了新的载体。加朱乃老人的孙子弥曼已经是家族中的第14代江格尔旗传人。自幼耳濡目染，江格尔早已被他视为心灵的归宿。在尼曼看来，江格尔的传承更应该通过新的方式走进更多当代人的视野。尼曼与伙伴们在使用传统乐器托布秀尔的伴奏基础上，加入了马头琴、长调等蒙古族音乐元素。他们来到牧民家中进行试演，新奇的组合方式得到了不少青睐和鼓励。好的，应该不。Бүрүүг дастан шуханаар явах на болом, ай? Тэд сэд эндэн гуанг кэншан саншуу бүй. Ниман хэ хуабан мэн дэй цэ бинг бу ман зу. Та мэн шан ранг Джиан Гэ Эр дэ тан чанг шэн чуан дао гэнг юан дэ дэй фан. 经过反复斟酌，他们决定组成一支乐队，寻求更高的舞台。掌声欢迎来自新疆的达林跑步旗组合。2017年4月23日，尼曼和他的乐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黄金100秒》的舞台。别具一格的江格尔说唱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来自和布克塞尔的江格尔，以全新的方式展现在当代观众的眼前，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璀璨的灯光下，尼曼仿佛又看见了爷爷的目光。他知道，家乡的孩子们正通过创新的方式，再一次感受来自祖先和民族的脉搏。在这片江格尔传唱的土地上，萦绕不绝的歌声正伴随人类的定居、城市的发展，成为融入血脉的文化名片。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的殷兆祥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
为河布克塞尔的江格尔文化艺术宫进行布展设计。这是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政府打造的标志性文化建设项目。设计团队希望观众们能在建成的江格尔文化艺术宫中身临其境地感受英雄人物的形象和生活背景。Сайн байна уу, хүмүүс сонсогчдоо. Сайхан уйлж байна уу? Манай өнөөдрийн нэвтрүүлэг маань эхлэхэд бэлэн болоод байна. Энэ удаагийн нэвтрүүлгээр 远在北京的河布克塞尔人普杰常常感叹，是江格尔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从11岁开始学习江格尔弹唱的经历，使他对于蒙古族文学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感悟。从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以后，普杰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成为了一名播音员。如今的他常常在节目中提起江格尔，这是他最熟悉的话题，也是他难以割舍的乡情。当听闻家乡准备筹建江格尔文化艺术宫时，普杰感到异常兴奋。他希望能用自己的声音为这个展览馆增添新的元素。受当地政府邀请，普杰开始为展览馆设计团队新创作的动画片承担部分配音工作。当年与普杰同一批被选为小江格尔旗的同学台文，此时也在关注着家乡的文化建设。台文就职的单位是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大学毕业以后，他选择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并且把江格尔史诗当作了自己的主要课题。最近，台文正在帮助老师塔亚教授进行江格尔国际论坛的筹备。为这个论坛所准备的材料也将被送往河布克塞尔的江格尔文化艺术宫，作为学术依据永久珍藏。2014年7月17日，江格尔文化艺术宫落成典礼举行。这是国内首座以民族史诗为主题修建的展览馆。精致华美的建筑，外形设计借鉴了传统蒙古包的形态。各种版本的江格尔史诗成为了馆内最珍贵的历史资料。虎杰配音的动画片是年轻观众们喜闻乐见的部分。塞尔艺术团精心编排的歌舞诗剧在江格尔文化艺术宫前进行了盛大的演出，演员们塑造的形象
这个标志性的建筑也将为他们的表演提供永久性场地。 在县政府的规划和打造下，围绕江格尔文化艺术宫建成的江格尔文化产业园、江格尔风情园、江格尔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等园区，集学术研讨、旅游休闲和文创产品开发为一体，成为了推动县域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助力。 今天的何不克塞尔人，在江格尔的吟唱声中，在对民族文化的重新塑造中，寻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将英雄的力量融入生命。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是英雄的后裔。 奔腾于时光长河的马蹄声，驰骋过草原的四季。他曾在鲜花盛开的春晨，踏进远道归乡的梦境，也伴随熊熊燃烧的战火，击碎铁马冰河的风霜。 今天的人们依然生息于祖先纵马扬鞭的故土，凝视着远古智者曾经遥望的星辰，见证着赠予勇士的歌声千年传唱，也开创着能源转型的时代篇章。茫茫旷野，寥寥戈壁，一草一木。 皆可成诗，诞生在草原的歌咏，重塑起刚毅奋勇的面容。英雄亘古，这是属于一个民族的回响。